今网络护肤品越来越多，真的可靠吗？可能现在你觉得用了这个产品很好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当你使用含有类固醇的产品，会导致皮肤变薄。毛发会变多，脸上不停地冒很多痘痘等等。想解决以上的问题，那就使用 Rejuvenating Moisturizer， 它可以帮助我们排毒，恢复正常的肌肤。此外，它还能增加皮肤的弹性及亮白的肌肤哦。